我像是很凶的人吗？嗯，老板啊，你这样怎么自己看自己还流口水了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给你看一下我平时喜欢健健身的，知道吧？每次健完身之后呢，就喜欢自拍一下。我来看一看。嗯。这是我的身材，还好还好吧？我靠，厉害！好看吗？你这么多块腹肌吗？那还行吧。那看来这么看起来，你好像又高又壮。壮吗？不壮呀，挺瘦的，挺瘦一个小伙。嗯，不是、啊、壮的意思呢，就是身材比较紧实，就是很壮，就不是胖。哦，那你的照片呢？你没发你的呀？发给你了。发给我了。这是你吗？嗯，这是我呀。身材可以，但是脸长得有点丑，那个有点欠缺。没有，这欠缺吗？你这个人家没事，你这么说话我不伤心，我不难过吗？脸就还可以，身材还可以，脸有点欠缺。我再给你看看别的呀。发别的可以啊，你发我瞅瞅看了。给你多发两个吧。多发两个。那个什么，这小姐姐这么上道吗？都是因为你说我长得丑可爱，我挺伤心的。你这个鼻子，这个鼻子在哪做的呀？我这鼻子、啊，嗯，怎么跟你长得像吗？跟我长得怎么像呢？你这个鼻应该是做过的吧？你应该隆过鼻吧？这都被看出来了。你们不要在鱼吧搞黄色了，他妈了个巴，我都不敢去鱼吧，我妈我怕去鱼吧我号被封了。你们不要搞黄色了，你们，我感觉你长得挺好看的啊，长得，你这个鼻做了应该有好几万块钱吧？那你呢？我没有啊，我是天然的，我的鼻子很高的，对吧？人家都说我长得像那个外国人。你得给我看看，看看，对，看看，不是给你看了身材了吗？还想看脸？你这个人真的蛇，人心不吞蛇，叫什么？人心不足蛇吞象、啊。人心不足蛇吞象。我得多看一看，多看一看了，就深入了解一下嘛。哦，你是平时今天搞网恋呢？我也没有吧，但是如果你长得很帅的话，我是吧？你这是网图吗？我这怎么是网图呢？我这怎么是网图？你这好看吗？你这也整过了吧？你看我的鼻，看到没有？大，你这也有问题的吧？我的鼻没你的鼻高啊，我这是天然的。有啊，我这是我没有整过容啊。你一看就是整过容的，纹了眉毛吧？我眉毛也没纹，没有纹过，没有没？都没有，啥都没。那你的这个，我怎么觉得这么帅呢？那小哥哥有，你这个有点，哎，你看过那个剧吗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古装剧呀、啊？那个是什么来着？霍建华，我挺喜欢他的，我觉得长得好像他呀。还好吧，还好吧。哇，还好吗？这么谦虚吗？你长这么帅，怎么还剩？你去给明星当替身吧，你别去搬家了。当替身，我的个不够啊，我1.88米，比他高，我比他高一个头呢。你当不了这么高吗？啊，对，身高不行。看你照片看起来好像没有太高。没太高，你在放5000麻辣狗屁，你在。没有，挺高的，挺高的。